来吧，吸血鬼。狼人，点你。哎一下，水晶瓶的狼人。哎一下，点。再点。插个眼儿的啊、哦、看看了。呀没有眼儿，那算了吧，那这么地儿吧。没有眼儿应该死不了。我们有这个相位猛冲。等个三级基本上就死不了了，那人马都没有闪现的。看狼人不对劲了，我们直接往后靠就行了。死不死？哎呀，这没死啊。哎呀，这波没死，有点难受啊！哎一下，炸！走了。其实我回家也没啥厨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再吸一波吧，我把药吃了。哎，漂亮！狼人呢？狼人不会挂机了吧？啊，回来了，回来，我们走。直接来个燃烧宝石，出门。天空将降下血雨。来，我们就慢慢跟他发育，没事，我不怕发育，这是一个不怕发育的英雄，可以跟你发育。狼人没地方去，没事，你只要中路别死就行。哎呀，卡萨丁023了，情况不太妙啊。人家小法六级，你四级，糟了，这小法一会儿把我秒了怎么整？这狼人就没了呗。
吸一口，炸，点一下，大招给上，点烟给 W 一手，这人要干嘛？他五级他要干啥呀？吸血鬼就不怕这车补不着，哎，这英雄就行，你知道吧？不怕补不到车。来抽一口，炸街抽一口，怎么带加速的呢？还一W的二连炸街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我的那个啥哪去了？我的相位猛冲为什么没有啊？我没打到人马吗？我操！我相位猛冲没打到人马，怎么没触发呢？压线不查眼，我就告诉你为啥我压线不查眼，下边的人马再敢来我就把他俩都杀了，明白不？下边他如果再敢上来我就直接把他俩都杀了。上波我没有技能，我也没大招，我也没点烟。就你叫狼人呢？没用，即使这消法有再猛都没有用，因为这把我们已经无敌了，因为我是吸血鬼。没人啊，没人，我可吃塔皮了。这狼人真是一个刀也不补啊！
这波我们回家不？回家吧，这波回家。这波不回家啊。等六秒大招，这人马一会儿过来杀我们，让他来。这人马刚才在打河蟹啊。炸走位，吸住 A 一下，大招给上，一 W 二连，炸接，平 A 闪现，哎呦我操，这狼人没死，我醉了，这狼人怎么没死啊？我天哪，我去吸人马去了，哎，我先把狼人杀了好了，这他妈的，呀，真烦！这波没杀了，这波没双杀，操！简直了！我不是吸错人了，我以为他都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寻我双杀，正好我别浪费伤害，我跟把那个 Q 打人马身上，真鸡巴烦！我们所有人的内心里都住着一个怪物。哎呀，这没死，我操了，我要吐血了，那简直是要吐血了。鬼倒在弗拉基亚面前，即将脱落。我下次该吸干谁的血呢？双杀我们四杠一啊，四杠二。哎呀，真累呀、啊！对你快点把这塔推了，赶紧的！把他杀了来。不行，追不上了，他跑得太快了。打死他！哎！哇，这也太难受了，十二滴血。我吸溜他好了，你再抽他一口好了。我抽他一口，我怕他直接把我 Q 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 E 技能范围大，我直接把他炸死。我寻思，我吸人的话，我还得站这不动一下，我怕他给我换了。哎呀，真膈应！我操，这人马跟这狼人回回的，真的老差一身血，真是让人吐血。我来这波回家，他啥了？我就是万物之主。我来这波回家有那一束装备了。都有复法宝珠了，快点来守中塔！这小法师伤害有点高。
我来，我有跳弹，没事。哎，给个人头啊！这可以。没事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这玩意儿没有这复发宝珠，跑得太慢了，根本就追不上人，能让人玩死。跑得慢得要死。一会儿出个振奋，差了十点解析地。哎，可以把寒冰杀了，拿回去。狼人跟个鬼一样，我觉得吧，鬼叔也得要，沙漏好像也得要，先来个沙漏吧，要不这把太他妈背了，真的，这把好背呀、啊！我操，我有两波都能杀人的，没杀了，你知道这对于吸血鬼来讲到底有多么的伤？本来我们的发育时间现在已经三件套了，真是操了。哎呦，这小法师有点肉啊。小法师技能吸地有点快。小法超神了，得把小法杀了。打死他！他们家也就小法师，还能肥点，还有这人马。我们一会儿去把这小法杀了。沙漏，配法穿棒，配帽子，或者是鬼叔，把这换鬼叔，把这换帽子。小龙。救不动了，但是我们已经杀七个人了，我们已经杀七个人了啊！
这个小法师他是出右装的，所以不是那么很厉害。越往后打，我们越猛，别着急。现在我们已经杀7个人了，哎，慢慢杀，别急啊，马上我们就无敌。 尽量要保证自己在团战之中别死就行了。眼儿，插个眼儿的，哎，咋没见着这卡莎呢？真。 别被他一着啊！好，可以上，可以打。猴呢？猴上的 EQR 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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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大龙走，炸死他1000块钱，可以。哎呀，烦死了，这拉克斯啊！ 还给我 Q 了，我的天哪！快跑猴！这波可以打回来点儿，这棋子是打回来点儿，我已经无敌了。这根本不是打回来点儿，打回来很多，要打大龙去了，来。 他们三个打大龙很慢的呀，你们俩过去看一看去。去的稍微是慢了点。盯呢，盯，没盯出来。 这波没玩好，不过二换一还行吧，又把他杀了，把他杀一波就行。我们需要个法串棒，虚空行者拿了颗人头，还可以接受。小龙我们家也有一条，对面也没有4条小龙，还行。 等我振奋出来了就无敌了，现在还没到那种无敌的程度。反串棒加振奋。
就能扛得住了，要不然现在有点扛不住。把鞋也可以换了，换个水银鞋。他们家控制有点多。拉克斯老瞎大什么玩意儿？等会儿打呀，那人都没在，你能把拉克斯杀了吗？行，辅助换辅助可以接受。快手机的。哎，这么疼啊，我的妈耶。哎呦我操！这小法师技能放的确实是属实是有点准，你知道吧？确实是有点准。不行，我得再来一把吸血鬼，这我接受不了。这英雄没有